大家好，我是王静静，是2012年长城国际马拉松的志愿者负责人，并参与了芯片计时的部分工作。2013年的马拉松，我将参与全面的管理和领导。在大家的支持下，长城国际马拉松已经成功举办11届，我们仍将继续非常虚心地听取各位的意见，非常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，不断做出改善。2013年的马拉松将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跑步者面前，我们用最真诚的心期待您的理解、支持和参与。